手肘不要太用力，放手。一、二、三，回来，左、六、七，回来，然后踩脚的时候手要叉腰。三、四，加点头。五、六、七，再一次。一、二、三，拉回来。五、六、七，拉回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可以吗？然后速度蛮快的，记住哦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再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小朋友的手不要在晃，好像插在腰上。然后有一只手在动，那个手就可以在腰上就晃。有找到吗？你都没有错过，没有错过任何东西。怎么越来越多了？吹了